雅慧还有俊雄，年轻人嘛，有没有去做体检呢？我只做过一次。嗯，是买保险的时候，他们给一个 freedom 无保调查。那俊雄做过吗？我自己啊，是就是有一个亲戚他的 company 啦，然后他家人就会有 discount， 所以我去。哇哦！哇，他有 discount 你才看着去 啊？对对 ，discount 咯。家人就觉得我的身高应该至少比更会高啦，对，但是我 check 到来，全部没有高嘞，所以过后我就觉得蛮骄傲的，然后就没有再体检了。不好的，我是错误的示范。很多人说没有时间，对吗？对。可是其实，如果你不早期发现有问题的话，需要洗肾，中风之后需要做物理治疗，是。心脏病爆发之后需要吃不同的药做手术，对，这些会花更多时间还有钱金钱。那为了不让大家呢等到生病了才来关注健康，政府呢就推行Healthier SG 计划，就是要着重预防性的医疗。那么加入这个计划呢，可以让你选择心仪的这个固定的家庭医生，那首次会诊的时候呢，医生还会免费为你制定个人化的保健护理计划，这个很重要。